妈妈呀，要是你的蛋搭子不在线，可以来试试这个地图，一步一个存档点，非常的良心。地图采用浅蓝色和粉丝搭配，看起来非常的舒服。我猜作者一定是个大美女吧，才能制作出这么简单又好看的地图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说刚才是我故意的，你相信吗？我信你个鬼！好吧，好吧。我承认我就是一个菜包蛋，还不行吗？一个小小的失误不是很正常的吗？过这个旋转十字架还是轻轻松松的，有这技术已经超过90%的玩家了吧。毕竟玩蛋仔不是有手就行的，还得动动脑子。地图名我放上面了，要是你觉得技术能超过我的就进来试试，毕竟不是谁都是生法蛋的。过了彩色方块就来到了彩虹玻璃桥，这个桥怕是有2米宽了吧，完全不用担心会掉下去。我已经看到传送门了，进来传送门走到中间就胜利了。